先学个 E 一下，往后拉一下啊，改一下弱点。打个骸骨，没有骸骨，那你带个屁的防御天赋，没有骸骨你跟我打，往他前面走，那致命点炎。吃药吧，吃药也晚了。这个药在最后点炎的时候吃已经没有用了，他只能提前吃才能有用。我看他没吃药，我们直接点炎他。回家了。下午吧，下午我们去玩新英雄。哥温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出了这么多个新英雄，没几个上路的，说实话，啊，没几个上路的。头一回出了个上路的英雄，我决定了，这个哥温会变成我们的主力英雄之一，啊，除了猴的另外一个主力英雄。把弱点刷一下，晚豪那太笨了，晚豪不玩那种笨蛋英雄。往哪走？哎，好闪！佛耶哥、莉莉亚，那都是打野英雄，那打上路都不厉害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破败之王都是打野英雄，不是很厉害。你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？我们先控一手线啊，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不是很想跟我们打了。啊，那炮车你也就别吃了，别吃。这个弱点不太好，看他戳不戳吧。如果这种弱点他都不敢戳，那已经没什么好怕他的了。W 戳小兵 ，EAW A 接空，他交闪了哈，没闪现，其实。刚如果直接不 A， 打个双 Q 可能能好一点。能有机会。我们现在是38个兵，他是10个兵。这波直接闪过去吧，直接闪过去把他杀了。他不出现了，他不出现了，不好杀呀。那只能塔下杀了。注意看我这波塔下怎么杀的啊！注意看，睁大眼睛。操了！我都没想到他能直接就放技能，真的，我都没想到，我连打都没打他，他就放技能。啊！我连打都没打你，你就直接就把技能放了。你这个人真是的哈，哪有这么放技能的呢？
整大了，看见了吧？一个人他有两种情况放技能，一是我打他，他提早放；二是我打他，他晚点放。我连打都没打呢，他啪一个 W， 我都不知道干嘛。下回我们就明白了啊，这小子就是技能就瞎放。下回我们就明白了，他不放，我们不放。You no jump， 哎 ，no jump， no jump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嫂子在剁肉，嗯，在剁肉呢。我们家有养人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了呀，我记得。就你这种不听话的，专门就会送到我们养人场之中，然后把你给剁了。人肉包子，黄袍怪吃人肉包子。这得支援一手了啊，看看这好像能打得过呀。你们把那峡谷先锋打了呀，那刚才怎么不碰峡谷呢？没攻速了还出吗？出啊，攻速才没用呢。三项攻速是最没用的东西，还问没攻速了还出吗？没攻速了才出呢。六级剑尖22个兵，下路一塔没了，下路塔破的挺快呀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他不放 W， 我从今以后不带放 R 的。这行啊，他敢用 Q W， 我的天！打的剑尖就是比谁能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比谁能忍。你只要永远不放，他就永远也挡不了。就不放，哎，就不放。我觉得他应该打不过我们。虽然我没有蓝吧，回家了。比谁能忍，对，就比谁能忍，我就永远我也不放，我就忍得住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三项现在有八个。三项现在有八个，三项这个
换位置啊，这底下那个神话被动加成可能会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换的。一会儿我们出一件装备啊，有 bug。你把技能都用了，再打他一下。哎呦我！敢回头，长本事了，翅膀硬了。为什么在塔下瞅我？为什么？你140块钱，您配在塔下瞅我吗？您配吗？12分钟，把上塔拔了。蓝 buff 没有，底下是什么？急速。先来件小九头。这么缺蓝，为啥不出魔宗？那有些东西它没有用啊，出来。那你这么缺钱，为什么你不投资？不是因为你没钱，是因为你投资了，它不一定能有用。那玩意儿除了没有用，出它干嘛？140。可以上，勾他，勾！140，人均140啊！投了，有人双排吗？要个辅助。我其实挺想玩一玩那机器人的皮肤的。